在，照金水调去，低头龙袖，诉出根本的意，看到国外的景致，地方亲时刻，在家中所在，替人洗衫铺地，受我的枪，为何你心这样糊涂？无法度予恁母子会当过着安闲的日子。阿爹，不要紧啦。虽然咱家中吼非常的善良，到咱就靠三个人，你甲阿娘会当住做伙，像阮我是非常的欢喜。阿爹，今仔日吼，咱一定甲阮爸家完毕了咧。果咱今仔日生理无讲解偌好呢，赚一点点啊钱尔尔。小阿，我知影，你真遐细汉，你著真乖真捌世事。虽然讲今生吼变出你伫外口，受风吹受晒，伊却是无半句怨言。虽然讲赚淡薄仔金钱，但是至少咱会当度家过日子。人伊讲，只要肯拍拼，一步一卡印。我相信，我的枪不定有出头的时机。阿爸，我一早起来吼，一定时间无早呢。阿娘伫厝内底伫遐等候，咱爸仔囝倒转去，而且很支持，我要当够夜位啦。好啦，我知你即摆在咧大，也所以嘛真高志啊，日头都已经晒了。即摆咧，你个家本地个，也无啥物人客，不如咱就回家。咱去厝内底，你也好，我替恁阿娘。